为着关注2022卡达世足赛球迷观望，新北市政府选择棒球第一运动场办理冠军之夜直播派对，而且佫另外伫大卖场的两个场地同步直播放送，邀请所有球迷12月18日做客体验伫晴空下边看球赛趣味。2022世界杯卡球赛八强出炉，12月18日的冠军战直播 party 将会伫棒球的第一运动场新北边场。新北市政府马丁手边间企业将要伫大型量贩店两个副场地同步放送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伫新北市政府大厅启动冠军之夜系列活动，全部量直播 party、庆祝 party 股、新光 party 股、各运动 party 股三大主题活动，和平洲休闲、五路跨平区运动一概满足。新北 party 股最重要的是结合华视跟永东集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在世足冠军之夜，在我们12月18日的晚上，在新北的板桥第一运动场，用现场直播的方式，来跟我们所有喜好足球的运动迷，大家一起凝聚，开心快乐，分享整个足球冠军比赛的紧张刺激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，卡球是全球观赛人口上最爱运动种类。在新北卡球运动风气的养成，对幼儿延续到成年人。今年10月的幼儿卡球联赛，吸引大约70支队伍，超过1000位小朋友参赛。平常时还佫提供专业教练到幼儿园来巡回教学。110年全国运动会，女性卡球摕到金牌，男性卡球摕到银牌。拢显示新北市对卡球运动推广，有积极人才培育的重视，甲以球会友的运动精神。在整个世足之夜的转播，从下午4点就开始。这当中，除了直播我们的世足冠军赛的比赛内容以外，现场还有像演唱会、民歌星来大家一起互动，也有很多可以好吃好玩，可以让大家享受温馨的时光。所以大家早点来。顺便我们旁边也有新北欢乐夜诞城，也可以来走一走，大家一起来过一个开心的12月18日的晚上。还有主播枪冠军之夜三大主题活动，包括魔术表演、飞石卡球亲子的教学、移动台做过红卡球的亲子 party 过，都由新北国王啦啦队、新北中枪啦啦队、吴飞、罗俊硕、陈芳宇、萧秉志等顶勇手领军的成功 party 过。各冠军前的赛前分析，冠军5-7个运动 party 股，都是配合的棒卡运动体验，并超过30个有吃有啉够糖霜的单位，让大家用更加趣味方式来玩卡球。记者徐元峰台北采访报道。